你看这个碗呢，又大又圆啊，30分钟能否挑战成功，拭目以待啊。夏日炎炎，有我超年，坐下找中王之宝。我是老吴，厦门新开了一家那个兰州拉面馆，要推出那个大碗拉面挑战。挑战类视频我一向都没有成功过，但是我心里又跃跃欲试的，又菜又爱玩，没办法。如果这次成功了，记得给老吴一个上脸哦。走，到了。这个是规则哦，如果你挑战3碗的话是没有限时的，应该没有人那么无聊在这里待一天吃3碗面的。成功的话3个月伙食。1点多了，生意非常好。大碗面已经点好了，那碗面单卖的话是要98哦，那个碗是真的挺大的，好像比我的屁股还大，然后可能面也挺多的哦。等下上来我们就开吃。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吧。兰州春季大碗。面还不好挑啊，要有剪刀，有剪刀可以剪。可以可以可以，那个你自己过去吃，厨房师傅。好有韧性的这个面。面有剪刀，用筷子捞起来，用剪刀剪。稍微有点烫，但是这个面放久了它会发胀。不用太着急了，因为时间很充足。他们面是分开的，好吃。Thank you.
手都举酸了。你们还要大片的牛肉，汤比卤喝，哦，卤和面，吃完就可以了。我不爱吃萝卜。哦，你说那你可以不吃，可以不吃，包肉的，包肉的，包肉的，包肉吃了就行。我喝了几天啊？啊，一会儿啊，是吧？啊，就剩一些肉了。厉害！哦，吃到这后面这肉还真不好咽，好有嚼劲。不急哦，慢慢嚼，还有15分钟。直接拿走，慢慢吃。好。想不到最后难到我了，居然是肉。
那现在就算 OK 了吧？这算 OK 了吧？可以了。好好好。兰州城际挑战成功，用时20分钟。谢谢。说实话，这碗面真的挺不简单的。就是挑战这个面的难点的话，就是碳水补充的太多了，你的身体会有点抗拒。其实吃的话还是可以吃得下，时间是半个小时哦，时间是蛮充足的。我后面的话可以慢慢吃，然后身体也可以慢慢适应。这也是挑战类视频里面我第一次成功的哦，记得给老胡点个3连哦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喜欢老胡的记得点赞、评价、关注，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